据媒体报道，王力宏2012年10月被拍到与王阳明前模特女友林小军共宿12小时，但他死不认恋情。没想到在 BY2 在3月的生日派对合照中发现两人合体，却也传出照片惹得他暴怒。BY2 在3月23日度过21岁生日，但延到27日才办派对庆生，还在微博写道：谁伤害过你，谁击垮过你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谁让你重现笑容。感谢我亲朋好友陪我们一起过生日，还把亲朋好友的合照曝光。虽然王力宏和林小军以上下图切割开，但两张都有老外和寿星穿着相同衣服对照，意外让从未公开同处的绯闻主角合照曝光。据王力宏的友人透露，他为了这张照片气得半死，甚至认为 BY2 在消费他。虽然想尽力低调，其实是身在杭州演唱会前一天，林小军就把自己当成礼物，人肉快递到上海等他。当时周董的绯闻女友昆凌也在上海等着会情郎，正巧在 KTV 遇到林小军，让两女尴尬到不行。有人见围观者众多，赶紧安排两人同进 K 歌房，也让消息马上传开。对此 BY2 经纪人陈妍志强调，照片中的女子不是林小军。王力宏所属的红声发言人文俊则表示，暂时无法取得本人响应。